这台是大纳米，这台是小纳米。待会我要用这两台车做一个加速对比。这场地有点尴尬呀，太多车了。先来个加速对比，要用飞机拍了，我们人手不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加速效果，瞬间与旁边马路的车持平。左边是大纳米，右边是小纳米，这两台车60码以内的加速速度是非常的接近的。加速拍完了，飞机还在那里。飞机回来了。先戴好头盔再自由。